第四题，已知钾元素的原子量为27，钾元素原子和乙元素原子的质量比为3:4，则碳原子和乙原子的质量比为多少？这里有很多不同的做法，我们现在做法是先把乙的原子量找到，然后再去跟我们的碳原子做比较。那么根据题意呢，我们知道钾原子量27比上乙的原子量不知道，它的质量比是3:4，所以3x 等于4×27，消掉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原子量是36，所以乙的原子量36，那么碳的原子量是12，所以它们的质量比是12:36，也就是1:3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碳原子和乙原子的质量比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1:3。